可以看到这个缆车，我们会从这个建筑物上去。然后据说这个缆车很长，有7公里这么长，而且要坐30分钟。坐30分钟，它有一个中间站，可是我们会直接坐到山顶。然后这个缆车它是从山贯穿到市区。你如果前面有那个主题公园，从那里看那个缆车会看得更加清楚。
们来到了魅力湘西的门口。听说这个表演是冯小刚指导的，冯小刚应该听过啊。然后他们会有秀很多土家族的民族文化的表演，然后等下甚至还有什么裸神裸我也不知道那个字怎样念表演，就好像他们沙漫的那种东西了。所以等下我们会在 indoor 看秀，然后出来过后还会有 outdoor 的一点点秀。